来到丹州18一定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一定要来到这个情人桥上面欣赏日落了。而我们四个人呢，在等待日落的当额还是聊了许多无聊的话题，就连摄影师啊也都把整包的蒜木瓜一个人吃完。天色慢慢的暗下，在情人桥边有一家不错而且极具人气的海鲜馆，叫做 Baywatch， 但却没有 bikini 美女的救生员哦。这海鲜馆的中文名字呢，就叫做海湾海鲜坊，在丹中18算是相当有规模的。我们当晚的晚餐呢，还真的是超级丰富，总共有六道名菜：梅菜芥蓝、瓦煲醉虾、铁板蚝煎、荷叶红枣鱼、麦芽苏冬和咸蛋炒蟹。在我们非常忙碌的专注在餐桌上时 Baywatch 的老板关建成拉了椅子就随性的和我们聊开了。听着海浪声，海风徐徐的吹来， Baywatch 还真的是一个享受晚餐的好地方呢。